国际呼伦3460地区中华东北呼伦社20号是来举办创社的授奖典礼，社员哦将秉持这呼伦的精神，积极投入社会服务的工作，特别是关怀弱势甲贫穷学童下课了后的照顾计划，以及法律辅助咨询等服务。大德国小校长带领学生演奏好听的乐曲，在好听的音乐伴奏之下，国际呼伦3560地区中华东北呼伦社正式来创社，同时也来授奖给每一位呼伦的社员。创社会长表示，中华东北呼伦社将以呼伦的名称来从事社会服务工作，本着任务、价值、责任、承担的精神，挹注经费投入关怀弱势甲偏乡学童的课后照顾，以及法律辅助的咨询等等，期待照光社会每一个角落。2015-16年度国际呼伦主题就是成为献给世界的礼物的彰化东北呼伦社。就在今天，全体社友们让自己成为礼物，贡献自己的才干、知识、能力和爱心，希望借由我们的努力，透过未来的各项呼伦活动，为社会带来爱与希望。创社感恩参会，馆长魏明国也专工来参加，更加感谢每一位呼伦社员的这个扶贫，为社会贡献心力的精神。大众新闻中心梁可美采访报道。